这把给大家来一把仙宫流皇子，请大家注意我的细节。哦，欢迎来到皇子带仙宫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出装的话跟南刀锋一样，但是有一点需要改变一下，皇子是需要出西南刀的，他的出装其实跟狮子狗差不多。碾碎他们。好。魏打野，魏带了一手征服者加骸骨，野区打不过他。他这个符文天赋，我野区是干不过的。这把来一把这个。全军出击。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我带这个灵宝猎人吗？因为众所周知，我们这个英雄拿助攻是非常简单的，只要插个旗。所以说皇子呢，打野一定要带这个寻宝猎人。这么说能听懂吗？因为我们团战里面直接插个旗或者打个一级团随便混助攻，能听懂吗？不是你在干什么呀兄弟，不是你在干什么呀兄弟，我没看懂啊，我残了呀。这么说能听懂吗？家里酒桶挂机了，酒桶掉线了，应该他不会反我野吧。皇子的话我就速三吧，我就速三了，我就不刷野了啊。咱们这把就主刷着呢，节奏拉起来。中路好抓，中路的话一技能捆到，我们可以配合 EQ 二连击杀，速三。听不懂没事啊，听不懂。你看这一波我，你听我解说你就听懂了，说明你看我直播还是有收获的，对吧？本来听不懂的东西你听懂了。别吧兄弟，你他妈的，你这些小玩家分段不高为什么喜欢翻页啊，我操。什么意思呀兄弟，上路gank一下，我来了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，给他来个画地为牢，好减速，地漂亮，还一血拿下70块加15块，还行。走，河道泄吃一下，别急，直接河蟹击飞破盾。好，他可能在附近呢。哟，你能不能找个场啊，兄弟？你能不能找个场？你他妈没有闪现的呀你？你是什么意思 ？EQ 击飞。好。这把不就起飞了吗，兄弟们？你干什么呀这个 ADC。 好，别脏线啊，这打野是不是逆天了呀，这打野是不是一级团把闪现用了呀。啊，哦，他知道他交闪现也跑不掉了，其实他跟我贴脸的话他交闪现也跑不掉的，大不了换个闪。那下路去不了的话，那我们这一波直接继续发野。来个蛤蟆，惩戒一下。好，五级了，我已经五级了。接下来我们正常刷野，我2300块。我感觉我第一波回家可以出个西兰道了。我现在是有闪的。好，溜了，石头人吃一下，看好我的位置。西兰刀多少钱？看一下，2800，2800，我可以欠钱呢，
把车东南全够了，直接交城，思路非常清晰，钱够了，2000吧，这一波正好可以抓上的，好，干可以不？好，毙了。他走的话我就毙了啊。回家我们先买个西兰刀，签个钱，差100块。好，西兰刀买了。下界买星矢啊，星矢买一个。我们还有下路两个人没有偷钱，很好偷。中路的话，只要一刀他就死。我来了，直接被服务到位了。好，直接抓上。上路好像不给机会了，上路现在不好抓了感觉。那接下来感觉可以反野了。走，蛤蟆没有，给我找些更强的。三郎也没有，他去打红了，100%去打红了。我来了啊，去上了，我来了，死了。一 Q 连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交闪也死，直接闪现撞死，插个眼，直接抓中我来了。等一波先攻，等一波先攻，注意我们先攻 CD 啊！一 Q 连，算了，失误了，那直接反一波这个打野吧。他应该过来了，我们他老喜欢偷袭，那我接下来我偷他了，啊，等他过来，等他打红，守株待兔来一波，应该来了，他要么在偷鸡，要么在打石头人。哎呀，来了，惩戒的话。进草，进草就干你了！马来西亚，小龙打一下！我操，省大了！行，放你一马，好吧。叫啥了？我是你哥。省大招了，天哪里！不然他死了。不过还好，反了一个红也不亏吧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一 Q 连，一刀秒，偷钱，完美，吃一波小龙。我刷野急坏了，确定吗？这个一刀秒，一刀，一刀，完美，赏金已经拿满，赏金已经拿满了，好。现在我们赏金已经拉满了，走，我们家上单在偷对面蓝 buff 啊。这打野的话喜欢反野，他炸了，先吃个鸡吧。好，再来一个红 buff， 惩戒要不要交？好，机会来了，上路不知道有没有闪现，翻墙，我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眼，一 Q 脸，
一下，马来西亚。哇操，打疯了！见识下爱影岛的精彩。哎呀，怎么每次就空大了呀？我这大招容易空，他们闪现就可以躲我大，我靠！可以，反应很快。有点意思。新史来一个。鞋的话买一个。我可以借200块，740，还钱差不多呀，卖了吗？钱够了呀，金属。10分钟这两件装备恐不恐怖？不亏，我来了。小龙已经被拿了。那接下来我的伤害就有点看不懂了。擦个眼，核心先吃一下。直接抓下。再继续他看到我了，不要被他破仙宫。我活活都能 ace 他，好吧，我这技能伤害非常高。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。最好等个大，他在草里可能在偷袭我。我有鞋子，他跑得有点快。马来西亚，你他妈的忍你很久。我将操办你的一切。这打野跑得挺快啊，这打野。掐个鸡，他可能会过来。100，投了100分。我这 EQ 闪啊，兄弟们，什么叫1厘米闪？你好像没有发现我的细节。我是 EQ 闪，不是1厘米闪，兄弟们。石头人出来，你看偷钱速度很快的，偷钱速度真的很快。你看又偷了一波钱。41块，再 Q 你一下，我操！我操！行，上当了。星矢加西兰刀，下一件出什么？收集者。没毛病吧？耐操鞋来一个。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。星矢加西兰刀，然后下一件抽个收集者吧，没毛病。嗯。好玩。收集者，对。好。伤害还可以啊，伤害可以，我出装速度很快。装备更新速度非常快，看得出来。来个蓝 buff， 万物皆可带仙宫嘛。小龙可以拿一条，简单的拿一波小龙，暴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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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伤害非常高。中路有没有人吃这波线？我现在卡住就可以偷钱。好，来了 ，EQ20，马来西亚，偷钱，偷了100块，还行，钱偷的还可以，擦个眼。我们简单的来一波红 buff， 因为我们 EQ20加大是超远距离 gank 的。好，超远距离根本跑不定，就是基本上你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面，你就已经进入我的攻击范围了。
吃个鸡。好，我来了，诺手是最好偷钱的。EQ 我连，一笑、两笑、三笑、四笑，这一波偷了多少钱？蓝吃一下。哎呀，我操，兄弟，偷 buff 过分了。好，马上有大了，马上有大了，走位，算了，不上了，等一波大他死了。偷了81块，看到没有？超远距离一套，伤害非常高。回家2600，收集者也有可以买了，吃一个鸡。好，偷袭一下，偷袭。算了吧，这波偷袭好像有点危险，他们可能会过来。走吧，诺手其实打不过我们，怕了，我有助攻的。3300块，偷了1000块，17分钟偷1000块很多，我操，17分钟偷1000块钱是很多的。收集者买了，下一件买什么？不应该买无尽就不买了。下一件买一个15怎么样？死亡之舞稳一点，啊，这个版本15还是很强的。15很强，先买死亡之舞，好吧。谁敢违抗我的命令？节奏好，20来分钟基本上可以神装的。就节奏好一点，差不多20多分钟可以神装。我来了。战斗之心，至死。EQ连，妈的西亚要。这他妈的很烦啊！我已经空了3个大了，这也能空？我靠，想都没想到。诺手残血，好。这个塔推不了，这塔不太好推啊。他们应该是守不住了，这打野怪都没法刷了，他只学会了反野，没学会刷野。推，好，19秒大。看一下能不能在这个草里阴一下对面。好，打一套，偷个75块可以了，不贪的。马来西亚，K 王之王，K 端茶，我靠。你他妈找个班上一下吧，这个位比老干妈都下饭了，这位，嗯，黑塔，我将操办你的仪式，哎呦，要不活了，家人们，起来。
出重回这个世界。死！收集者插死。太细了，死不掉。操！那没办法，兄弟，我尽力了。四五来一个，下一间来个大青羽吧。先买烤，买这个青羽吧。塞瑞尔达的怨恨吗？他们现在知道我们要来了。塞瑞尔达的怨恨。贵也贵，空中就秒杀了吗？空秒，哎呀，空中就秒杀，我神装了呀，我又神装了，21分钟神装，感觉可以吃一波红，你身上有红的给我呀。你发那个巴子呢，请把你的地址发我，我要给你来一套的。拦我要了，拦我要了。哎呀我操，你们这些人啊，我真的是很烦。马来西亚，展示下爱影岛的精彩之舞。夸张 Q， 好，伤害不够，差点伤害啊，差点五杀了。亚索怎么说？推塔。